大家还好吗？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高雄啤酒节，然后刚刚带来的两首歌曲呢，第一首叫做《转变》，然后第二首叫做《没有你》，然后会收录在我们的今年年底会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。那因为有好一阵子没有来表演，所以今天实在是很开心。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首歌呢叫做梦，我想所有有梦想的人都很努力，那今天晚上你就像一场梦一样，是一个很美的梦，大家就尽情的喝酒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聊这首歌曲。大家打好，